往接收孔楼。我们必须准备疗药，一旦疫情爆发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把贾良龙带回来，不过他仍然很危险，所以要小心行动。虽然这些恐龙在我的研究开始前原本就是绝种动物，但如果不能保住它们的性命，光让它们复活是不够的。你必须帮忙制作疗药，我已经将所需材料的参数放进文件中了。我们不能让这只恐龙死亡，否则我的研究就要陪葬了，了解吗？了解，工作收到。报道。没问题。没有侦测到生病的恐龙。做得好，恐龙痊愈了。然而，这可不是偶然的疫情爆发，我相信这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的设施，这让我很忧心。因为理论上只有你和我知道这个地方的真正目标，而且这次蓄意破坏这种疾病是在胚胎阶段引入的。无论凶手是谁，
对方一定是想在一开始就打倒我们。我错过了什么？看来不是你处理不来的事情。